跑车。范伟国又是一个三分球。跑车，王治郅。哎，关键时刻到了，唐尼尔森示意你打牛角，打牛角战，打牛角战，高位挡拆。这个战术现在，上次我跟纳什见面，我还跟他秀牛角这个手。那全体是起立，对，证明朱群是所言不虚，确实是全体起立。欢迎来到王的世界。当时老鹰。哎，全场又一次欢声雷动。乔治是换下诺维斯基，哎，这一张标语在当年很是让人注目。你能给大家解释这真是什么？不是，我不认识。当地的一个华人，还是一热情。什么拳头上、牛角上很多吧？哎，看这挡拆，乔治是。这也算今天的第一球。哇，这个球我感觉到现在永远不会忘，就是进了以后，所有的人因为喊声太大了。我倒觉得是排第二，小牛队第七，我感觉。然后苏春老师说没什么戏。哎，对。结果是篮球比赛，又一个。好像是那场比赛拿了连续拿六分，而且呢，就因为这纳什给的这一记助攻，拿这分。拿了真好。就是我今天我在迈阿密，四比二吧。对。记住，真不简单，真不简单。他这个后卫主要是一个视野，就是说你别人看不到的机会能看到，这是一个优秀的后卫，而且在别人打好的情况下，你把球传到别人手里，敬业精神。是。那场球，我们昨天来直播了。而且后来说起来，就是当时后来替他打，所以才会跳那么高打下去，是善举。对，所以说做任何的动作，包括在球场，都得顶着这个队友。后来去了，那时候我还问大姚，你天天吃什么？后来大姚说，他妈给他做。后来又开了个姚三星。对，因为食物。三分球，球进了，漂亮！